被诅咒的硬币消失财富的故事。在这座城市最古老餐厅的阴影中，一段阴险的故事悄然展开，缠绕着一位毫无防备的服务员。我没想到，这个看似无害的私人房间里，潜藏着一种恶意的力量，静静等待着那些敢于踏入其境的人。这一切始于我担任服务员的那段时间，这个职位承诺了日常和熟悉感。在一个命运多舛的晚上，当我认真打扫私人房间时，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枚锈迹斑斑的美元硬币。无视那一丝谨慎的闪烁，我说服自己，这微不足道的宝物无需送到酒吧。相反，它在我口袋的深处找到了庇护。第二天的黎明笼罩着一层不祥的气息，我毫不知情。一个阴险的力量已经注定了我的命运。100元像幽灵一样，无缘无故地从我手中消失了。我把它当作纯粹的巧合，归结为生活不幸的不可预测的起伏。我没想到这只是走向阴影的开始。日子变成了夜晚，那枚被诅咒的美元硬币的记忆渐渐淡去，却又以愤怒的姿态重新浮现。在那个令人畏惧的私人房间的中心，又一枚美元硬币向我招手，它的恶意隐藏在薄薄的金属光泽之下，再次屈服于内心潜藏的贪婪。我偷偷地把硬币藏进了口袋，幸福地无视它将引发的灾难。第二天像一场噩梦一样展开，超过80元像沙子一样从我指尖溜走，让我感到惊慌和困惑。几周前的巧合现在似乎变成了一种恶意的模式，一场由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的阴险舞蹈，被即将来临的厄运所困扰。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苦难。那个曾是秘密避风港的私人房间，变成了一个恐惧的空间。无形的目光见证了我走向财务破产的过程。这家餐厅，曾经熟悉的避风港，如今变成了一个充满不确定和恐惧的迷宫。一个月过去了，私人房间的悠悠低语再次吸引了我。然而这次，一枚微薄的5美分硬币躺在我的路上，它暗淡的表面暴露了它所隐藏的阴郁能量。在过去的不幸回想与一丝新获得的智慧之间，我做出了一个将改变我命运轨迹的选择。我不情愿地将那枚被诅咒的硬币交给了酒吧，心中抱着一丝希望，希望这个牺牲能打破循环。令我惊讶的是，第二天平静无事地过去了，财务损失的阴影没有给我带来残酷的触碰，一丝解脱感在我疲惫的灵魂上悄然降临。我没意识到，那股恶意的力量失去了它的目标后，竟只是将注意力转向了更黑暗的领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领悟逐渐浮现于我心头。那些被诅咒的硬币不仅仅是厄运的工具，它们是一个复仇灵魂的媒介，
一个寻求为久远罪孽复仇的力量。在我寻求答案的过程中，我深入研究了这家餐厅的历史，挖掘出背叛、贪婪和悲剧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这个私人房间似乎见证了一场肮脏的交易，一个在其隐秘空间内展开的背叛故事。一位曾经的服务员被嫉妒和贪婪吞噬，背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，导致了一场绝望的漩涡，最终夺去了他们两人的生命。这些被诅咒的硬币作为这场悲惨背叛的象征，如今成了寻求从活人那里获得复仇的痛苦灵魂的载体。带着这个启示，我再次走向那个包间。餐厅阴暗历史的沉重感如同铁钳般压迫着我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可感知的恶意。当我对那看不见的存在发言时，承认了他那幽灵般存在中挥之不去的痛苦。一阵突如其来的寒风席卷了房间，吹灭了角落里微弱的光线，气氛中弥漫着一种意识的能量。当复仇的灵魂在我面前显现时，仿佛一具笼罩在阴影中的可怕幻影，充满痛苦的眼神深深地注视着我的灵魂，悲伤的哀嚎在荒凉的空间中回荡。那道似乎从坟墓深处回响而来的声音，痛苦的灵魂讲述了背叛与绝望的故事。曾经的服务员如今成为一个被悔恨吞噬的幽灵，恳求宽恕，渴望从束缚他与那些诅咒金币的枷锁中解脱出来。在那个令人心碎的时刻，我成为了生者与死者之间不知情的调解者。房间充满了超凡的能量，痛苦的灵魂袒露了自己的内心，而我则给予了理解和宽恕的话语。束缚着复仇灵魂的幽灵锁链开始松动，解脱的感觉笼罩了这个私密的房间。当灵魂的哀叹最后的回声消散后，房间恢复了诡异的寂静。那些曾经充满恶意的诅咒硬币如今静静地躺在地板上，餐厅摆脱了超自然的束缚，发出了一声集体的松口气，仿佛连墙壁都在为古老痛苦的消散而欢欣鼓舞。我与幽灵的遭遇在餐厅里像野火般传播，将我从一个普通的服务员转变为一个不情愿的英雄，面对超自然的存在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感在我心中扎根。这个私人房间虽然现在已经摆脱了他那恶意的秘密，但仍然保留着一种静谧的威胁感。当我继续履行我的职责时，那些被诅咒的硬币的沉重感在我脑海的角落里挥之不去，现实与超自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。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让我永远改变。这家曾经是安慰之所的餐厅，如今却留下了无法解释的幽灵遭遇的伤痕。于是，那关于被诅咒的硬币和闹鬼的私人房间的故事
渐渐消失在阴影中，成为了对那些敢于再贪婪与救赎之间走钢丝的人的警示低语。这家餐厅永远铭刻着其黑暗过去的回声，作为超自然力量持久威力的见证。这种力量只需一丝暗淡金属的闪光，便能撕裂现实的织物。请订阅并发布通知，请发表评论。如果您处于这种情况，您会怎么做？